四再妹妹啊，你慢慢再睇下佢个样啊，激气无奈冇计样。你个死蠢咪再笑啊！雪翠妹妹啊，我又受咗伤啦，快啲用爱心治疗，帮我医翻好佢。你个衰仔唔好得寸进尺噶。再嚟保修装甲，魔池之装。冇错啦，佢出第二套装甲，叫做魔池之装啊！呢一个黑桃太郎选手又是大变身啊！而且佢而家散发出嚟嘅妖气仲劲过以前啊！哎呀，如果当自己系魔导，而家时装表演咩？换完一套又一套，真系好犀利啊！邪王炎杀剑，哇，好犀利，系火焰嘅剑啊！而且并唔系啲普通嘅火焰嚟，系一种融合咗本身嘅灵气同火焰嘅剑，喺黑桃太郎扑埋佢嗰阵，先至以最高嘅速度谷出嚟，所以威力会咁强劲。呢个黑桃太郎仲未埋到飞影身就已经玩完，真系好犀利！飞影真系深不可测。佢呢招同我个灵剑真系好相似啊，但系杀伤力就明显比我个灵剑系强几十倍咁多。喂，飞影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头先话呢招太过肉酸破坏形象，系咪踩我？哼，唔系，仲有边个啊？偏有次你太唔俾面。嚟啦，快啲掟色啊，最好就系掟中我啊！千祈唔好砸中我啊，我要最后出。因为咁样先至可以表现出我嘅大将风范，最好掟中我，最好砸中我，最好唔系我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啦，第三，忍无可忍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像很有斗志咁，不过你的王牌武器在我手上，你现在手无寸铁，你凭咩同我打？你收声啊！你落去找幻海啦，攞你命！犀利啊！双鱼选择部中咗招，看嚟重症心脏，可能冇命噶。点解会咁嘅？佢嘅身体竟然可以挡住我呢一招，真系好犀利！双鱼嘅怒火将佢嘅灵力吹高到前所未有咁犀利。我系唔会输嘅，我今日唔打残你只死怪物，我就唔叫做双鱼和战。到我的身体完全接合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死期了。这把剑又挺好的，真的够晒好西好用的。我要求它变什么款它就变什么款，又真的挺听我话的。真的不是亲眼见都不会相信啊，眨下眼双元损失的灵剑无啦啦变成呼应拍。你到底想点啊？我唔知道你嘅要害系乜嘢，就算再打落去都系冇咩用噶啦。只不过咧，我唔理三七二十一，一夜拍鬼变你，你仲唔死？以为啊，哇，犀利啊！双元选手拍都唔拍，而家护元女卿选手成个散晒。喂，姐姐仔啊，唔好呆咗咁啦！我而家唉，要验一验佢啊！我宣布胜方。
佢嚟紧啊！咪住，等我对付佢。你想点啊？你唔好乱嚟。桑元，你想埋佢送死啊？定抑或系你以为自己好强，可以打赢佢啊？吓？咪睇小安，小阎王，你压咗条命落去做呢一铺嘅赌注，我都要嚟赌一铺，我要拎埋条命出嚟同佢晒冷。你真系咁样做啊？话你知啦，由细到大我都唔中意输嘅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赢啊！撞马、飞影，你哋咪阻住我。我桑元和真系超级猛男之中嘅 super， 冇咁易死嘅。你同我顶啊！如果我搏到呢一铺咧，我就可以喺雪菜面前威威。桑元，冇啊！我招啦！好。死者有座，我知道你系冇咁易输俾护御女，千祈唔好令我失望啊！桑榆，你点啊？醒啦！雪菜妹妹，我哋而家天各一方，我真系好挂住你。但我有信心，当我哋有缘相聚嘅时候，我一定会成为超级靓仔猛男之中嘅 super。嗯，凌远，蹦哥，你喺度发紧啲咩春秋大梦啊？系咪有金汁啊？哟，死仔又做啊！你靠开呀、啊，搞到我便秘你就死。玩下啫嘛，今朝晨早起咗身，食完早餐之后，而家又肚饿啦。点啊，桑园有冇嘢食啊？真系唔得你死啊！我有嘢食嘅，喂猪喂狗都唔喂你啦！快啲同我拉啦！